我们现在台湾的直播很夯啊，有一段时间菜头哥就说啊，我这么叠厝拢营营无安尼啦，无阿辉你今日先给他介绍看有啥物厂商，我嘛想要来直播，结果营营懵逼安尼，好啊，我就介绍一个厂商给他。然后那个厂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就说，嗯，那菜头哥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比较适合卖壮阳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叫那个菜头哥卖壮阳药。那我们要卖东西，是不是一般你要先看看那个哪里出产的？对啊，饭前吃几颗啊，或者是饭后吃几颗，你都要了若指掌嘛。那里面什么成分？啊，我哥哥是就好笑，伊拢是天光。叫困的，伊暗时唔捌咧困的，吼，所以讲困起来了后，啊一边食便当哦，就是讲哎，今日先生人进来哦，进来，进起来，进起来哦，吼，我食饱开始要卖哦，吼，今日要卖十波人出赞的物件哦，食了乒乒叫的吼，等下等下，好，食完了后，他开他自己私人的粉丝团，也在直播，啊，私人的粉丝团是毋拢朋友，对，是毋拢家己朋友啊，来啊，我咧讲。今仔这吼，食了到底吼，对十八身体有够好的啦。这吼是来自吼美国的啦。我你讲，我拢食这，那我七十几岁，我搁就用，我拢食这啦。啊，这内底成分吼，先让我看卖。哦，这是太实际了。玛卡啦，玛卡啦，嘿嘿嘿。我讲哦，啊，这一百十几嘞，我拢食这嘞，我七十几岁拢食这，啊，一百十几嘞。我看见，我看见，伊拢食这个，我爱看见。伊是不是需要银杏？啊，即马讲讲个，我你讲啦，啊，这美国来吼，真正啊，明明就一张海报在边，明明就写英国伊的公民。哇！啊，别人就跟他讲说，他的歌讲错了啦，不是那个美国，是英国。哦，啊对啦对啦，哎呀，英国的啦，哈，哎来，一罐一千九啊八啦。哎，啊拢无人买咧哦，啊拢无人加油。啊，你想搞？啊，我生气啦。一千块呗，搁上一关啦！哇，哎呀，哎，阿龙不那么加油哈，阿平用黑龙江给朋友看一看嘛，阿平小声啦，好，哎，你不搞呗，你都不是朋友，你买五关，哦，哎呀，一条拍摄，家己朋友买五关，一头一天哦，直播的时阵有三百个人，第二天直播差不多剩百个，到第三天剩五个，大家跳过，不是因为大家来叫看到你，无买拢都不是朋友啊，而且还说大飞啊，你需要五关，好给我。十罐，所以呢，直播寿命最短就是菜头哥啦。你跟他播三天，我说啊，第四天你若无去播，啊都无人啊，要播下去。好可爱哦！不过现在直播真的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，然后一起分享，就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大家直播率又变高了。对。但虽然真的不能出国，我觉得今天介绍台湾还是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东西嘛，比如说可以去，哎，大家可以去带小朋友亲子旅游也好啦，又或是其实，哎，大甲镇南宫现在开始要妈祖绕境了。就是台湾的盛事嘛，对不对？这还有很多更夯、更好玩的事情等着大家去探险哦。但是，前提是要注意安全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在哪里看到呢？欢迎追踪订阅《听妈妈的话》的粉丝专页 YT 频道，还有官方 IG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